现年27岁嘅石鸠港仔麦明诗，虽然赢喺起跑线，但喺娱圈就足招啦。佢啱啱出道参演嘅处女剧《赌城群英会》，演技就一度惨遭网民嘅狠批。好，越闹越强嘅麦明诗，其后喺《使徒行者二》逐渐有进步啊。早前佢喺新剧《杀手》里边就挑战演盲女啦。据知经师弟黎耀祥教路之下，佢嘅演技就大跃进。日前佢就同埋谢东文、林景晴喺铜锣湾为《杀手》一剧拍摄外景，当日剧情讲到视力模糊的他戴上黑超拎住拐杖同谢东文在公园拍拖，期间他在垃圾桶旁边发现一笼被遗弃的仓鼠，临埋位的时候他就已经收拾心情了，自行沉淀情绪投入角色，仅两三个 take 就顺利完成了。对于部剧演盲女，麦明诗坦言最开心就是有机会同黎耀祥合作做妇女，因为可以学到好多东西。Thank you.